大众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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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请放掌。今天是《楞严经》的课程啊，还是讲到上一次的那份教材啊，文殊师利法王子所说的这个偈啊，偈颂啊。前一堂课，说到依空立世界，今天从想成成国土这句话开始。说起啊，所以行者下手就是念念之间，在如是的根本体上念念回光，你念念熟悉，就是一切行者最初啊下手的方向。所以我常说《法华经》上啊说，就是唯此一事实，于二则非真。什么事实？就是处处懂得为自己。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什么叫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就是念念在你大觉体上，明白觉体的信用。大觉体上明白觉体的信用，那当然现前包含的就是一切的众生世界。什么叫众生世界？就是一切的情想感受现前处。过去在情想感受，每一个念头起处，起心动念。我们都当成众生想，因为你把它当成众生想，也如是随这个随缘呐、随他的这种众生相，所以注定我们就是根本的凡夫，就是芸芸的众生，就变成了注定你要在如是的业感之中，就永远难以跳离。难以跳离是什么？难以跳离不是真有如是业。绑束你，使你难以跳离，而是你真的是万刃种种众生的成员，所以就在如是的成员之中，所营造的一切都是众生的业感。你活在业感当下，抓着如是的众生业想、如是的业感，念念只以为我，那当然你自堕众生相，你自堕在众生业力中。因为堕如是相、堕如是业，所以我们也叫名字，也叫做众生。那就在这个上面，你念念之间都知道，其实你不管现尽一切相想，现尽一切业力，哪个不是决心所现？感受自己不能是现感受，感觉自己不能够立种种觉，能现出种种感觉，在感中似乎是随缘，但是随缘能够启程，能够建立如是觉的，还是大觉心体吗？所以大觉之所以称之为大，它一定能够骗诸因缘故，所以叫大。你明白的骗诸因缘，就是在你每一个起心动念当前，每一个个所显现个别安立当前，你以为是一个一个的念头，你以为是一个一个的情想，其实哪一个你认为只是单个的念头、单个的情想，每一个浮现处。不都是你大觉能随缘遍历的种种，只是各个显发的作用而已。所以大觉正在现觉时，就是各个显发时。那各个显发时，不就是大觉的根本，不堕在种种各个种种业感束缚上的根本的觉体的信用吗？所以仔细思维。你慢慢就会发现，你念念之间就是在现前的每个起心动念上面，你念念都在回光，念念回光，不是说真正离开现前的一切起心动念，而是你在起心动念当前，你已经认得它就是觉体，叫做念念回光。因为就在起心动念当前，你认得它是觉体，
叫做回光，所以就在如是回光体上，你念念还在担当一切起心动念，你会发现你的心就是这样子去参的。行者将来的心境就是这样子慢慢为自己熟悉的，所以那个叫做大觉体上，你已经在大觉体上念念之间就在参自己，自己根本现前的这一念本来面目叫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因为再看到一切起心动念，你不是随着起心动念而说起心动念，你是完全在起心动念上面体会，其实它就是觉体明白随缘的一切起心动念的。所以任何的起心动念处已经叫做佛之之见，你站在觉体上看到一切之见。听起来复杂，听起来刚开始下手时觉得困惑，所以在前面一切经文之中啊，教授一切行者前面所讲的一切道理中，都是要教授行者懂得根本自信之中本来的清净。所以在教下都是从什么阿含开始讲起，你先要去回头认你那念根本本来清净的觉体，先懂得你现前所有的一切本来的心性，它是根本清净，从来无染的。那个叫先懂的阿含。你要先往自己心头，再先往自己自信头上去认。若是不懂得先往自己自信头上去认，根本不知道如是本来面目的道理，你也不知道如何下手。所以前面都跟你讲了种种你明白觉体的种种本来的面目的作用跟道理，所以你当然就在每个起心动念上现前处，你再也不会有怀疑嘛，还有种种心里面的疑虑果不不前吗？之所以还有种种犹豫，是因为你根本不明道理才有犹豫。你已经明白道理，明明知道念头现前处其实就是你的觉体的根本清净的光明，你不认如是觉体的光明，你却甘心堕在随缘所起的沉闷之中的假想，那个假想又是念念不住，你却越是念念不住，你越想要念念捉持，所以就在上面起着种种苦恼流转。你自己为自己剖析，自己为自己解释，你都会觉得自己觉得愚痴。虽然现在在念头上面过去的势力太强，但因为你能够已经明白觉性之中根本就在你觉得势力强处，它也从来不堕任何势力，只是因为你过去习惯不认，所以今天只认势力强这种幻想。你当然心中会发起大愿，一定要在当下，在今生当前，一定要破掉这种势力强中的种种妄想。那个妄想就是觉得任何法中势力强，觉得任何成相之中势力强。但是你已经明白道理，你是在什么方法上说破，你就不同于一般世间不明道理的种种外道思想。你就是在势力强如是的感觉上面体会觉体，叫开佛之见，觉得势力强也是觉。所以哪一个不是你好要回头时，哪一个不是你念念之间懂得开佛之之见处？所以在看到一切念头现前时，在看到所有的一切感受现前时，你都心中明白，能够深入体会，那根本就是一佛圣。你就是一等决心，一种情怀，念念担当，叫开佛之之见，那当然就是一个大决心体平等的运载，那怎么会不是一佛圣呢？让你还体会不出那个一佛圣，你根本就不懂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那是一个行者真正在这一生中已然知道生命虚妄，
已然知道现今的种种执受，你在这边不断的妄想攀缘，想要捉持，将来必定是大苦。所以甘心已经发起了道念道心，想要回头。回头你就当下就会知道，你念念之间回头的目的就是照见你自己本来的面目。什么叫本来面目？这本来面目就是你根本能够担当世间一切感受，一切万法，因为感受包含了世界，包含了山河大地，包含了种种人我亲缘，因为都没有离开感受二字。但是如是刚强的感受也没有离开过觉体呀，所以你可以收世界于感受之中，收感受入大觉体上，就是念念这样子一步一步回家，你当然愿意甘心如是回头。你真的如是回头时，你才知道为什么过去明明就是觉，明明就是那一佛圣，就在这个觉中，就在这个一佛之圣中，为什么会起身种种差别的种种交替，差别的意念之中，每一个意念之中都有不同种种意念的领域，这个领域就如同国土。所以你自然就明白，就是这一句想成成国土，想心啊，想这个字从相从心，向心成想，向心不断在那边交错，就成就了种种想。所以中国字里面的含义多深，向心成想，然后呢想生啊，所以起身绝尘想生，因为想得太深了，突然起身幻觉，在这个想生之中，随着你的情想之中起成了种种情想的大名，你那个大名唤起之时，你以为是什么？你以为是心中的成名，你以为是心中的积淀。事实上这个积淀之后给你带起的种种心中以为的种种大名，那都是什么？情想太深，随你的情想太深而已，那叫想成成国土。所以那个国土，那国字就从一个为，你心就念念之间守住如是四方，中间是一个惑，惑就是心里面的所有一切缘起变化为惑。但是换过来，换过一个观念上说，你念念之间堕在缘起变化这个惑，其实就是什么？就是众生最初心中攀缘的心中的领域嘛。为什么叫攀缘的领域？因为觉心必定随缘，必定随缘时，众生就会堕在他能随缘、必定随缘上面，他抓的是能随缘的上面的种种幻化。所以最初抓着如是的幻化，成就他将来众生从此以后一味的心地，一味的心境，那就变成什么？这个惑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邦国的邦，邦国的邦。所以他从一个口，下面一个一，一横，上面一个歌，就是从你口下。什么叫口下？就念念之间，就在如是的宣出，就在觉体必定随缘的宣出下，一味交真呢、啊？一味交真就叫做歌。然后你围着这个如是的歌，如是的心中的这种领域，心中的这种界分，这种境分，那就叫国土。从此以后，你就在这个上面，你开始营造你十方的相想，就是土字嘛。从那个一中又起成十方，所以土字下面那个一比较大，比较长，表示就是那个一字上面，它能够运载十方，能够酝酿出你十方的所有的一切情想，就是土字嘛。不但是情想，甚至于还会运载出种种执想，执就不是。
卓直的直，就是质量的直，直想就是一切世间山河大地，一切世界的变化。所以你明白呢，就是想成成国土。所以直想为占，卓直这个想，你以为是占名，就是妙占的占，你以为是占名，但事实上就在这里开始妄分浊清。妄分浊清，什么叫暧昧，什么叫明白，你在抓着情想之中以为的明白，事实上你是就是被觉的根本的暗浊而已，那全体都是暗浊而已。所以叫知觉乃众生，从如是情想这种酝酿当前，这种运载当下，从上面念念之间发种种知，说种种觉，那都是一切众生业命的开始。那我说这个众生的业命，你不见得要抓到第三人想，你就看到你心中念念之间就是如是滋生一切众生业感。那不同的性命捉持在不同的众生的业感上面，它就形成了形形色色不同的众生的种种的呈现，就好像这个众生的国土，每个你我他中都有不同的种种众生的角色的呈现。但你仔细思维，你眼睛能够看得到的，你能够意识能够及的所有的一切世界，你看到那些形形色色的一切众生都没有离开过你自己思维心境之中，在你心中都有如是形形色色的众生的业想。是谁堕在如是业想，就现如是相，就现如是法，就现如是身形而已。所以你要如何度尽众生，先懂得度尽自己心中如是众生的业想。因为将来不管你随种种业力投身如种种国土，现种种身形，都是躲在如是众生业想之中现的种种相，众生相而已。你能明白度掉心中的如是种种知觉业想，那也就能够帮助一切众生懂得回头认他心底深处的如是业感情想。就是从如是法中传如是法，从如是法中度如是众生。所以真明白度如是众生的，才符合《金刚经》跟《大经》所讲“十无一众生可灭度者”。若菩萨还真的以为有众生可度，即非菩萨。所以你不是度哪一个人想之中的种种众生，你是知道原来根本的一切知觉所生的众生的业想，那些知觉的业想你在什么地方说度，你是明白它是大觉心体，就不是众生的知觉业想，明白心觉体就不是业想。所以那个业想不过是虚妄，虽然名字叫度众生，在你自心之中，在如是众生知觉上，虽然你明白如是度众生，但当下你都知道根本无众生可度。为什么无众生可度？因为你明白它是觉，你哪里有这众生上面说度，你是在众生相上明白是觉，一切众生的妄想妄相自消，你有度什么众生吗？那明白心中就是如此，你令一切众生都如是度，你还会有真的以为有众生可度吗？甚至你现那一念我觉得有众生可度，这一念你都明白都是觉，你连这一念都不会度，你还会有妄执有众生可度吗？这才叫度尽一切众生啊。所以你会明白原来知觉乃众生啊，知觉上面去叫你认识众生业力啊。过去我们不知道，就是在这种情想被觉以后所生的种种情想之中的这种知觉，从此以后流浪生死，形成种种妄想势力的业感。
所以我们不明白如是道理时，你一直抓着现在，你以为真正有我，有如是众生世界，有如是过去的种种恶作，种种业感，想要在这个上面，虽然起成惭愧，虽然起经发生好心，念念在上面说断，念念上在上面说要忏悔，但是你还是抓着说断之时，还是抓着过去的幻境，你不肯认本来啊。说惭愧说忏悔之时，还是在心里深处真的以为有如是的恶作，真有如是的事态，你根本不认你原来本来面目。假如你真发忏心，真的是真正懂得惭愧的人，真发忏悔心，因为这里面讲到非常微细，讲到是觉体，你真发忏悔心，但是最初虽然不懂得如何当下真正明白如何回头，真正明白如何忏悔，你虽然只是依循过去一般凡夫所说的心中的这种痛苦，这种惭愧，但是因为你真发惭愧心过，你将来自己在你的心底深处都会突然有一天知道，原来这种惭愧，这种忏悔绝非必尽。为什么能够如是？因为你发了如是真诚心，因为觉性就是如此，但发真诚，觉性自然它就绝对不会亏负于你，佛性就是如是。所以大经中才讲，虽然现前看到很多的凡夫众生，他也是念念之间在诸佛菩萨向前，甚至于在一般的世间的民间信仰种种神明向前，都知道惭愧，都知道忏悔啊，老泪纵横。但是这么样明白忏悔，这么样身心痛楚处，懂得忏悔处，却没有一念念念念知道，想要心在根本中，念念向大道的根本之中回头。所以经中还说，那种忏悔因地心中都不真了，只是凡夫根本搞不清楚那个因地中的种种妄执，那种虚伪。因地中的虚伪不是你刻意造作心中不实的虚伪，而是你还在攀援眼前种种你过去以为那种妄想的虚伪，所以也就成就了你现在虽然懂得惭愧，懂得忏悔，但是因地心中永远不正。所以这个意思也是告诉一个行者，你如何为自己验证你是不是真发心人。真发心人在你最初懂得惭愧忏悔时，你应该是念念之间，你自然而然在你心底深处就能够与你大道相应，与你的根本佛性大觉心体的道理你能够与它相契。纵然你现在心里面还讲不出任何道理，但是一旦听闻别人为你开解之时，你会起大欢喜。假如你在听闻古德或是经人有法师为你开解之时，你心中还不见得觉得欢喜，心里还没有感受到真正找到超越生死的、真正能够跳出生死大患的方法，那因地心中一定还没有发出真实。所以因地心中若是真发真实心，一定与道心相应。所以过去要是不懂，都是知觉上都是众生，现在懂了就不同一般众生一直抓在眼前过去以为的恶作恶业上说断说惭愧。因为你说断说惭愧时，你眼前一直攀援过去的恶作业作的影像，你在业作的影像之中纵然说惭愧，你不是一次一次还在营造那种影像在你心底深处的种种习气而已吗？那种惯习而已吗？所以那种维系它在你心中将来形成的暗障，你根本没办法察觉。就类似以前我们在种种恶行上面也会起身惭愧啊，你越抓的那个惭愧，越抓那个恶行，你会发现你潜在意识里面反而是什么，反而就在这个上面这种影像之中，你反而越来越好像有一念心越来越刚强，
越来越甘心在这种影像中沉沦。纵然你现在还有一念好心，你念念之间能够克制，不让你这念恶心现前，但是你正在说不让恶心现前时，事实上你就在滋补，你就在滋养，让那念恶心念念熏熏习你所谓的不要现前的恶相。众生心里就是如此。那唯有什么？唯有是真正明白一切知觉其实都是大觉心体。你要是背离大觉心体，那知觉就是众生。同样的一句话回过头来讲，你既然知道知觉就是众生，所以就在知觉当下是众生上面，你直下承担就在众生相上面还他本来面目，就叫做为一切苍生受记作佛。什么叫受记作佛？你要明白一切念头起初其实都有佛性，根本是佛，都有你根本的觉性，你认不认？你要明白认他的觉性，就不是随种种众生相想之中的流转。就如同镜子在镜色种种张狂之前，你明白一切镜色现前其实都是镜性，你明白是镜性，你根本不必去避开镜色的张狂。就在这么样痴身的镜色前面，你当下就不随它流转，不但不随它流转，你还可以明白它一切镜色之中好似变化的种种猖狂、种种张狂，你还可以解读它如何会变成如是相。当你能解读时，就不是沉沦时。所以你能解读时，就是知道知觉乃众生时。你能够知道知觉乃众生时，就是从种种众生的种种知觉跳出之时，还你本来面目时。你不要小看这一念参究，你不要小看这些道理在你心体的贯通。你若是常常在心里面如是思维，你将来在每一个起心动念、眼睛见色、耳朵闻声，你会发现你的现用就不一样了。当你真正能够在现用都不一样时，你若是念念之间已然如是习惯现前的正知正见的种种现用，那个才叫合八正道。你开始念念就在八正道上面，念念体会觉心的本来，再也不会堕在现前的种种过去众生以为的流转上面。以为的流转就叫有漏漏失，因为明明是觉，你却随缘漏失，叫有漏。你自然而然就在什么，不但你起心动念的身体疼痛了，或者是小则你譬如行这个行者念念打坐参禅时觉得胀痛麻痒，你都会知道就是觉，你根本不必避开那种感受。虽然我们还是凡夫，假如你真正痛到不行呢，你虽然知道是觉，但还没有完全证得，痛到不行，你也会慢慢松开，慢慢松开的过程，你也知道那个觉心的清清楚楚、明明知了了解，然后你再会慢慢收回来，甚至你觉得要松、要收，你都知道觉心的变化，叫做观心，就是观念念觉。当然将来你若是真正习惯在自己每一个感受之中都明白是觉识，你就算这一生中还没有大彻大悟，但你已经习惯你都是用觉心看感受时，你已经不同一般凡夫了。你没有佛门之中讲的正果，但你绝对也有像一般道家讲的你已经跳开红尘了。你可以看到红尘，那你已经不是他了，看的感受已经不是他了，叫他跳开。那就真正就是如同世间人说的山色无非清净相，那个时候怎么样吗？那个时候你会发现生老病死的感受现前，你一样如是平等对待，
根本不必别人叫你去离开恐怖啊，你觉得恐怖都是觉，因为你习惯用觉。你只要不堕在现前的生老病死的恐惧上，你就会在这个生老病死众生过去所最忧心的种种感受上面，你就会发现到觉心的光华。虽然那些相还在，但你发现到的是觉心的光华。你能看得到这种光华，其实这种光华你以为讲起来好像没什么，就是感觉在一切感受上、差别感受上，你好像体会那个感受之时，你会发现别人看不到的，你能担当的光华，其实这个光华就是什么？就是你现在能够担当一切情想的领域。什么叫领域？就是你已经为你在你心底深处建立的将来国土，就是国土。你以为你会住在哪里？就是住在如是领域、如是国土上。那你才知道将来我们讲往生，往生到底投身在何处。所以明白知觉乃众生，你就会体会空生大局中下面这一句。所以上次讲空，讲那个空字，讲它一个宝盖头，中国字叫这个宝盖头叫做绵，绵叫遮覆、身覆、覆盖的覆，中间一个八，八叫八事，下面一个工，工叫做工作，啊，直下在这个空字中把它拆开来解释，叫做绵八事之造化。绵八识之造化，就是覆在八识的造化，就是空。本来觉心之中连空都不必说空了，那是大空。觉心之中不必说的空才是能够担当万有，那是空。但是必定要从觉说觉时呢，要讲明如是觉时呢，他在根本你不必在空有上面，你也不能用空有来量的如是大觉醒根本性体的真空大空毕竟空中第一地空中，你要讲出如是的空性啊。那怎么样讲？就是随顺附在八识之中的造化之中说它的空嘛。为什么要附在八识的造化说空？因为八识的造化你就不能拿一法一相来量它，不就是最初的空吗？但是这个空已经开始有那个功了，有那个坐相。所以中国字讲空之时，没有告诉你像过去凡情那样子一直捉持的断灭，因为中国字讲空之时下面都有一个工作的功了，都有坐相。所以你最初在明白觉体之时，你在最初感受那个觉就是什么？就是你知道它超越一切感觉的根本的觉空嘛。但是你在明白那个觉心是超越一切感觉的觉空，你在最初说如是觉时，那已经是走出大觉之中，为你现在必定随缘所现的一切觉中开始演化的现象。所以开始演化的现象就是空生大觉中了，你开始要说空了。本来根本觉心之中啊，根本不必立空立有的，但是你为了要讲出觉心的道理，是开始明白空了，叫空生大觉中。所以过去觉心也是这样子如实如是的开始现前的，觉心在你心底深处，在每个念头现前处也都是这样子现前的。但是也就是因为他决心能够随缘如实现前，所以最初那个空本来是你根本心中能入一切万化、能入一切世间、能入一切觉体、能入一切感觉的根本的本来的性空。可是在这个性空最初说有如是名时，最初说如是相时，就是一切在另外一个角度上看，就是一切众生流转出。
换出一个角度来，你看到一切众生流转，你明白那个流转其实就是觉，因为觉心一定会随缘，随缘不是流转。可是你忘记了觉心的随缘，随缘全体变成流转，你随缘一定会变化，就变成流转。所以前面知道知觉乃众生，下一句当然知道空生大觉中，因为你明白如是空生大觉中，所以就在每一句话上面都有什么，都有逆顺正反两种思维。顺，顺你的大觉心体就是如是，它就是如是开始显出一切觉心的作用。觉心现觉之时，就是最初能够起成一切，你不能拿一切坐相来量的根本的体空性空，但是讲这个体空性空已经是约后面现出的种种坐相之中说体说性。这反过来说，就是如是的体性现前处，也就是一切众生开始被觉流转时，错认之时。所以众生就是在这个上面开始错认，那将来如何？在一切错认中的一切众生业感之中，你要如何方便回头？那当下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就当就在你先前的每一个念头当前，不都是觉心最初现前处？你前面每一个念头当前都知道知觉是众生，所以你担当每一个念头。但是知道知觉乃众生时，你自然就不会住在知觉之中，你就会第一个先体会你明白知觉的根本，那个觉心非种种知觉的空性空。当你能够体会如是性空时，你才能够慢慢归家。你就会知道，连这个性空都不可得。不过在觉心方便说知觉时，方便立如是空。为什么不可得？因为觉得有，觉得无都是觉；觉得空，觉得不空都是觉；觉得可得，觉得不可得都是觉。你还在上面说可得不可得想。只要你还有可得不可得想，你就是没有悟知觉乃众生嘛，你就不知道空生大觉中。所以叫如海一欧方，你明白时，所以你就会担当在觉海之中随缘之时，仿佛就有一个什么浮欧，欧着水泡。过去若是我们是用众生的思想思维，如海一欧发，你就会认为说那就是众生业力开始使然。那这里面的句子完全是文殊师利菩萨在25圆通之后向佛所说的圆通的本怀。那他说的如海一欧发，怎么会只是我们众生过去你以为仅有的心中的解释？所以你就必须要在大智体中去体会那如海一无发。你明白如海一无发上，在现前的表象上面，就好像平湖平水当前，突然随缘冒出一个浮欧，冒出一个幻泡泡影。这个幻泡泡影就好像开始流浪，开始不断的起成波涛的最初因缘。但你把它后面之中再讲尽它什么最初因缘一些众生业海的这个势力，其实你在最初已经知道幻泡而已。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幻泡往下去诉说众生的种种业感的不可思议，但是因为你已经明白如是道理，你就算说尽一切众生业感的不可思议，如是势力的刚强，你也最初明白它是幻泡了。所以意思就是，你马上就能够在一切众生过去你以为的种种刚强上面，你重新再演示，重新再解读时呢，你重新解读时，你会一举收如是众生妄业的刚强，回头去认，根本就是一浮欧而已。那才是符合文殊要讲如是偈子的道理。
所以今天在要讲这一句话时，我突然刚好在看讲义，就突然写了一个记子。最后是讲到绝王顶光啊，就在绝王顶光上面，清清楚楚，根本你说绝王顶上那个光辉上面，荡灰涛，荡飘荡。因为就是顶光之中起出的种种辉光，所现的种种智慧的光辉，你在光辉上面起成的波涛，你忘记那个波涛其实就是绝王顶光，那当然形成众生错觉的业感势力。但再大的势力，不过都是绝王顶光，不过随缘所现，就如同那一佛，就是有法。所以这句话，同时你会知道众生世界怎么样形成的，如同大觉的海中突然现出一欧，所以你就知道那就是那一欧之中所现的种种波涛。所以你可以量，你可以担当一切众生，你可以深入一切众生情想。为什么能深入？因为知道就是那个佛欧幻影所成。所以他第一可以能够成就你如是智慧，这个就在如是智慧的担当时，就是你念念之间，在你过去的众生业感之中念念回头时，因为你已经认得那个佛偶。所以明白经中的文字，为什么叫开智慧的内眼？你能够明白经中的文字，在你心底深处，你居然面对自己业感之时，你所有的一些作用不同。你明白那是忧发吗？你能够真正知道就是那根本的妄想佛无吗？他根本都在绝王顶上，他根本就在一个平湖一个绝海之中啊！你忘记他是绝吗？所以那个叫做如海一欧发、哦、有漏为成国，就在这个一欧发中有漏。漏我刚刚讲就是渗泄，渗出渗出跟泄，泄字要怎么写了？泄字要一定要写一个三点水，一个世界的世，世界的世，旁边三点水，这个叫做泄。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字？你就可以感受到，那就是什么？就是众生体相用中，就是众生所有一切的贪嗔痴中，念念向下隐逸，念念向下不断的滋润、湿润的种种感受中的交替。世界的事就是感受的交替，三点水的意思太多了。众生最初以为的体相用，最初众生最初的贪嗔痴，众生最初的心中那个淫逸的种种滋润与湿润，就是三点水。所以你才知道叫什么叫做无漏跟有漏。所以不懂觉心的人，就像那些隔壁，我们隔壁那个邪魔外道，把无漏当成身体上某一部分的机能，无耻之极。佛门之中讲的有漏无漏，就在这一念之中，但看行者照见本来面目否，那个觉心之中的根本不向外渗泄的本来的作用情怀。那是真无漏。你眼睛见色有漏否？你自然而然就在这个上面起成行者回光的惭愧。耳朵闻声知漏否？知道漏了吗？见到漏了吗？你不要小看这个漏字啊！你不是修心的人，你不是念念在上面观的人，你不是用尽你的今生的光阴，用你真正的诚意在这上面体会，你连漏在你心里面你一点感受都不会有的。唯有真正在心法之中，唯有真正在你佛性上面，你能够发心这样子念念做观，就算还没有大彻大悟，但你都会体会到明明是觉吗？
我怎么老是攀援感觉呢？那种漏中的那种可悲啊，那种漏中马上渗泄的那种心中的惶恐。这个我曾经讲过譬喻嘛，曾经讲过说我在我出家五六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第一次感觉到那种心里面那种虚妄的泄露，虽然还没有什么，还不叫什么大彻大悟。不是我讲说有一次我打坐，突然一天身如棉花，踏在地上跟踏棉花一样，身体轻的跟棉花一样，但一样见色一样闻声啊，所有的一切见色闻声没有任何负累着重的感觉，这个我怎么讲你都不会相信的，你自己身体都像空了。然后举身的不但血脉举身的经络分明，气动都知道，只是我讲不出那个脉络的名字。所以我不是讲嘛，所以当时我才真正相信中国的老祖先，他不见得是佛门弟子啊，但是也有很多的过去中国的医学都是从佛门之中流出啊，像道宣律祖就是个医王，孙思邈，因为孙思邈最初就是参律祖道宣的。在终南山的时候，所以他们在大禅定之中能够不但知道脉络经络，经络还不是血脉啊，经络那个经络之中你如何不但能够知道它的名字，甚至于知道它的逆顺二经，你怎么样触动它，它可以治什么病，你病中现前经络如何混乱，然后你再刺激哪里就会帮你做治疗，这些不是用科学仪器能看得到的吧。过去西方甚至连秦始皇开始用活人解剖也找不到经络，所以那个时候有三天呢、啊，那个、三天之中心境就是这样子，但那个这种感受都不叫觉，因为你还有一个感受着持，还有一个感受着持，只是这个感受着持与这个着持的感受已经不同过去凡夫的那种着重，你第一次发现什么叫着重，就是每个念头都是着重，每个念头都是执着，因为你第一次发现那种根本像棉花一样的身。不但是身体连心境都是如此，那个就好像没有染着的清净，但那个不过都是幻影而已，读了楞严经就知道那个都是幻影。为什么叫幻影？因为过去你嫌那个着重，一直念念参久了以后有一个类似相反的一个境界现前，但是就在这个境界现前处我第一次体会什么叫泄露。为什么叫泄露？当然这都还是感觉，这突然有一天，因为他是感觉，所以他一定不久长。突然有一天，就三天过后不见，又躲在每个感受之中，沉重。每一个脚踏地的时候，就觉得身体的那种着重，你会发现失去，那个内心之中体会那个失去，那个失去是什么意思？那个失去就是我怎么明明昨天那个清净，怎么念念之间又泄露在这种着重上了呢？虽然那种泄露的心中的体会不是真正将来证得本来清净的果地之中的那种体会，连可能连一分一毫都没有，但是你就是用行者过去你在最初参学之时心中随缘所现的法喜当前，你都能够明白那种泄露的可怕呀。但三天过后虽然知道可怕，但是一直再也没有找回来过，因为要找不找都是妄想，越想找时就越找不到了，都是妄想，因为以前毕竟还不懂这个心法。但是那几天的心里面的体会从头让我相信佛法，就是那几天开始，我就是从过去那五六年因为找不到东西，心中对佛法一直起身怀疑，不知道自己这一生出家要干什么。可是就那一次以后，我再也不会对自己出家这条路上再起任何怀疑，
我甚至心中会启程念念之间不断的告诫，因为一定有很多根本你更坐在众神琴响上面你根本不知道的东西。何况还抓得自己现在随着自己业感以为的世间生生死死，以为世间的种种你能捉持的情执，那种我想。所以那一个叫做圣谢，那个叫漏的感觉很清楚，就是漏。其实我们在凡情上面也都会有那种类似的这种感受，本来心里很愉快的，突然一下堕在烦恼之中，你再也找不回那种愉快。你明明知道你心境之中本来不需要这种烦恼的，但为什么一直在上面不断的凝结，不断的在这边酝酿，就是那个漏。所以这个漏字用在凡情，就是无始劫来刚强的锁链。这个漏字你将来明白觉心之时，你才能够察觉觉心跟感受之中之这个当中有一个气氛，他念念向外宣泄，念念将来不断的渗泄，那个就是漏。可当你明白那个气氛之时，你就不是住在那个气氛处，你能看到那个气氛，就是住在觉心时，那叫无漏，那才叫做所作已办，反恨已立。因为所有的一切感受，就算有漏无漏的感受现前，那都叫凡情。凡情能够任其凌厉，所以从凌从凡叫做犯。为什么能够担当一切凡情一切凌厉？你要是真堕凡情，你就不能够担当那个凌厉，因为在凡情之中就是人只能捉持一相而已，从这个相坏如是相。你能够骗担当一切相处，就表示你根本不堕一切凡情处，那叫犯。所以光这个四果罗汉里面讲的犯恨已立的犯字，都已经教授行者在哪里参就了。不是要你像一般外道一样子，从此以后灰身灭智，不敢担当眼前的一切，眼不能见色，耳不能闻声，意不敢作想。你那个叫做无漏啊，你那个根本就是个大漏斗。因为你所谓的不要，你所谓的避开，不都是还是情想吗？你一直在上面漏，你都不知道。所以就告诉你，连最初声闻果地，你都是能够担当一切感觉，只是在担当感觉处，你明白其实就是一体都是大觉，一体都是觉心，那个叫声闻。将来就在一体觉心当前，打破一体觉心的名字，从此以后道家自豪，觉心就是众生，众生就是觉心。刚开始是众生就是觉心，现在要明白觉心就是众生，从此以后圆融，连觉心众生的名字一体打破，那叫菩萨恨。在打破还未破中间，打破还没有得到全破圆解中间，叫菩萨恨。将来获得圆解叫做成佛。心境就是如是参的，所以有漏为成佛。所以在这个有漏的这种圣谢当前，你会发现那种维系啊，维者叫做维系，念念在你心中不断的反见。所以系啊，你看那个间谍我们叫什么系作，细作是干嘛？就是反见。你那个感受之中，若是但有一点泄露，就在这边反见，在做细作，那种维系你根本察觉不到的。为什么察觉不到说维系？因为根本是觉，因为你根本是觉，你也不能够离开如是觉。你能够叫众生离开如是觉吗？众生也就是在如是觉中忘记是觉，他就在如是觉中忘记是觉。所以你讲起来就知道这个病啊，病因实在是
不可思议吗？如是觉中 忘记视觉，他忘记视觉的如是觉，你要如何在他忘记视觉当前，还要在他如是觉中明白视觉？在自光讲这些话，你都已经知道，不知道如何下手，如何投药。因为什么？因为他同样都在那个觉上，就在那个觉上，他忘记视觉的嘛。你不能离开这个觉说觉啊，不能离开那个觉说觉，他又抓着现在这个觉，但是他现在的这个觉已经忘记视觉，你要如何给他投药？你要在他现在忘记视觉的这个觉中历练，治他忘记视觉的病，还认得原来视觉，这叫难行苦恨，最难下手。不但你要叫众生如是，你会发现你自己下手也是如此。每一个念头现前，就像刚刚讲，有漏吗？你还明白那个漏吗？那种维系明白吗？你忘记视觉就是漏，可是念念还在这个觉中，因为念念都还在这个觉中，你以为忘记视觉就是漏，你想尽办法让它不忘记，你想尽办法让它不忘记，那就是被觉。多可怕！连你用想尽办法要让自己令自己不忘记，那都叫被觉。所以这叫投药有多艰险。那你说那怎么办？那就不要治了。那根本不是世间所讲的一切可以形容的种种灵丹妙药可救的。因为你连想尽办法让他不要忘记这一念，你都要知道视觉，没有离开你念念知道视觉上面，你还可以有个方法可以想尽办法。所以想尽办法，这一念都是觉时，你就在这一念之中都是觉，你根本后面就不会再有投药的种种妄想，那就是真投九转，真投你将来超越生死的妙药。那才是真的叫做头九转于业海之中啊。但是这种思维，除非是真正平常你习惯于在觉心上参的人，不然太难了。每个念头起住，就在当前，你现在随你举一念，你发现漏吗？发现知道是觉吗？你在这个觉心上面，在这个念头上面，想要找到一个明明白白的觉心，还都是妄想。你要如何离开种种妄想，将来却要在自无始念头上面体会明觉现前，觉明现前？只有行者才能堪当如是家业。但你真的能够在每一个念头，你现在的每一个念头之中，不管是喜怒哀乐，不管是酸麻痛痒，每一个念头上面感受低就在，但你却能够明明白白知道一个明觉，而且这个明觉不是一般外道讲的感受之后有一个觉明，那都是妄想。我讲的是明明白白知道明觉，明觉现前就是感受，感受现前就是明觉，只是如是法中没办法用文字讲得清楚，唯有行者能暖自知。你能够体会到一点，那个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明心现前，最初见法。你这个人啊，这一生中的生死就算还没有了脱，但你已经保证，你已经保证将来不堕任何现前的种种妄想势力了。你但要不堕妄想势力，你就不是三途众生，因为你只要堕在相想，相想之中就是沉闷，相想之中就是势力，相想之中就是牵引，相想之中就是捉取，相想之中就是念念之间不断的沉沦，就属于畜生、恶鬼、地狱。
所以那个才知道为成国，那种有漏为成国，那种为戏，那种戏做的可怕，那种在你心底之中念念自己为你反间，念念为你泄露你根本心底之中的本来机密，使魔君念念能够攻陷于你，那种为戏，那种戏作，皆从空所生。但再怎么样去体会种种微细，那你明白那其实都是什么？那都是你随缘遮覆在八世的种种万化而已啊！你明白它都是，其实就是负责种种八世的种种万化，一切八世的根本的造化。你就不是在业力上的末梢之中说断与不断，不是在上面说颤与不颤，你是在根本中颤，你是照见本来面目中思维。那个在观普贤菩萨行法经中才说，那叫大忏悔，那是真忏悔。当然了，话要讲回来，要是一个凡夫连现前所有的世界事态都还不懂得惭愧忏悔，他又怎么能够后面起成大忏悔？只是毕竟法中教授行者，你虽然已经有了前面在事情事相之中忏悔，但是还是要教授你最毕竟的东西嘛。所以后面跟行者讲到最毕竟的东西时，没有说不需要事情事相的忏悔啊。但这里面是什么因缘说什么样的法，那叫做见次的。那菩提道见次啊，就是因为不懂如是见次，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穿着袈裟败坏佛性的人，败坏佛智的人。因为连事情事相都不知道惭愧，都不知道忏悔，都不知道守持，前面的事情事项都不知道守持，表示你现在念念暧昧如是的觉性嘛？因为觉性当然知道如是相，他在相性体力做一切的万化。什么因缘故如是相？什么因缘故如是性？它会起成什么缘故？起成什么性？它会起成什么体？上面会它会造成什么力？它会变化成什么作？你当然知道。你当然知道捉持那个事项就是被觉嘛，所以不单是自己暧昧自心啊，你根本从此以后还要坏人会命。我只是为他们惋惜啊，为这种人惋惜。他将来真的不怕业果吗？你要明白决心，就知道那个可怕啊。明明是觉，你却甘心躲在感觉的暗中，而且你在这个暗中之中不断的自我在那边营造，那叫习气。习气之中又毁人毁命，让你就要接受一切毁人毁命的业障，使你的习气就更深。什么叫习气？习气就是你念念之间只会在这个气氛上面就妄认，决心就越来越离你越遥远。这个气氛的妄认就是什么？就是永远的三途。那什么时候你才能够处理啊？所以为什么谤断正法、谤断佛法，其罪甚深，就甚深在这里。因为你一直抓着这个感受，抓着这个暧昧，你抓着暧昧，你将来就在这个暧昧之中永世沉沦。那不是佛救得你，救得了救不了你，你自己自闭于佛啊！就像陈东老母，你遮着也看不到佛，你佛出世啊！搞不好你都是闭着眼睛遮住眼睛的。所以那才叫可怜，那真是叫可怜啊。所以你明白皆从空所生，不但你能够现前，你能够深入一切微尘国，有漏的微尘国。但是就在这个有漏之中，你明白空所生时，就是证得无漏智的当前当下，就是无漏。镜子你明白镜体时，镜色就是无漏。
但是近色的无漏就是能够讲尽一切近色随缘时仿佛有漏的变化。你要讲不出近色随缘现前时仿佛有漏的变化，那也证明你根本没有证得，没有住在无漏的清明净体当中。生死是道，大众好自参之。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普及于一切弟子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Thank you.